OK，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收看 DreamPack Last Chance 这个八强的比赛。这边来到第三个对抗 ，Trevor 对上 Sola。地图来到了扎格纳特、哦。左下角蓝色的虫子 Sola， 右上角是 Trap。听说 Sola 下午跟奈子练了很多，练了七趴，厉害哦！对啊，睡觉睡到一半被打电话叫起来，怪我喽？谁叫你睡觉的时候不学我，把手机放远一点，先静音，然后再放远一点，这样就可以好好睡，你知道吧？哇，好有道理哦！如果我今天想要真的完全不被打扰，就是干这种事情。好好的睡。上来，现在他打电话过来是已经晚上八点，你看七点多了，睡饱了，你知道吗？好，上来挡个矿，挡个矿，挡矿，看后面缺不接什么吧。我感觉两先知，两先知转闪追吧。其实说老实话，我觉得这几像例如说扎格纳，就现在 PVD 比较容易编出来的地图，就是所谓的扎格纳特嘛、黄金支柱嘛，或是什么黄金支柱，或是什么光与影啊，光与比较小一点，然后还有那个氧化物，这几张图其实都是属于那种两矿重组的一本一波不好打的，但是二本一波比较好打的，然后都是有点那种有点距离，其实比较好防守，所以我觉得刚好 Trevor 的风格也是比较喜欢打那种就是打比较中期的那种打法，不是中后期，就是中期的那种打法。所以我觉得这几张地图，其实这届地图其实对 Trevor PVE 都是比较偏优势的。他公主教室人啊？你怎么看出来？哎、啊，奇怪，刚不是有个 VC？ 你怎么看得出来？奇怪，我刚不看到 VC 吗？哦，我瞎了吗？他刚刚有下 VC 有炸掉吗？还是没炸？好像炸了。对，我刚看到一个 VC， 然后有 VC 啊，但他炸掉了。对，我刚看到一个 VC， 然后我想说不对啊，我他妈回来变一个 BS 了。他炸掉了。怎么样？你们瞎说啦？因为说了已经把全部的证据都报给我了。啊，如果说他的情报收集的这么好，对不对？啊，然后我看他的应对，我觉得也做得很好啊。啊，因为他不失误，他就应该要成功才对啊。就怕一个万一，你知道吗？我就怕万一啊。情报做得好，通常就是怕一个万一。哇，那应该不会啊。不过讲到底，确实不是那种很飘的人，所以对。应该至少猜得出来是干嘛。确实通常都是打，对，确实通常都是打自己熟悉的。对。你突然让他变一个，他不太会有那种突然 ID 的想干嘛就干嘛。对，他不会有那种突然变一个东西出来。对对，比较不会。而且索拉其实最近他也有很多针对两 BS 的战术。我这两只僵尸飘进去了。了解。哎，被发一个，两只。哎，讲道理，我先知亏了。哦，先知来了，好。你确定？哎，卡蛋。对啊，神珠盔，的确是神珠盔，对，神珠盔，神珠盔，哇，狗冲出去了，这三级地扛得住吗？有虚空不是吗？你看虚空，哎、欸，虚空怎么往右边跑了？虚空，对啊，左边，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怪怪的，怪怪的，哎、欸，没事没事，两个教室，哎、欸，取消，被包了，他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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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的决定。哎，暴力不狗啊！感觉节奏在索拉身上，怎么会缺粉？怎么怪怪的、啊？怪怪的！他虚空跑出去抓找那个王虫，他找到了，他找到了。要干死那只王虫哎！对，他很恨那只王虫。哦，第二次虚空，这不是夜蝶流吗？单 BS 按虚空啊！单 BS 一站虚空。其实我看他们这些韩国神主也已经变成单 BS 安全了，我感觉他们连两 BS 都不想下了。对啊。但我是在想一件事情，啊，你这样子是因为那些人已经懒得在投你们了，他们又回来投你，那你们就输了。
是。等到我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虚空虚空过来就已经赢了。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你虚空一直没有停的话，你是手撕，知道吗？真的。如果你虚空是那个十个女王守住，那个就不知道了。但我跟你讲，头的那个都是爬过来的，只要你虚空完全没有停，是手撕。你要的，你说神族吗？你说神族。哇，奶了一口自己的农民，可以哦。哦哇哦，然后接，哦，接这个白球转了。哦，索拉，哎、欸，索拉要安抚化了，我看他安抚化了。你家？他这看起来就是他的腐化大法、啊。如果这 ID 是洛总，我觉得他就是飞龙啊。完蛋了。啊，对面要刷球哎、欸，然后对面转插球。我跟你讲，不要慌，他只要有发现对方不是两 B S， 出的是飞糖。怕，我跟你讲，你知道现在有个重点是什么吗？从神族没有 B R 出不了名。神族也没了，我现在看你怎么侦查。还有闪电，兄弟，你看他要转腐化蟑螂了啦。而且我跟你讲，这腐化，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你今天你不是多变暴虚空，其实他也很烦，你知道吗？因为索拉的腐化大概按照个十只左右，所以那个十只到十几只，所以这个腐化依照你虚空的量。所以这个腐化是什么情况？他看到闪电，真的一不注意，不进一个主控，那主控就不见了。他看到圣堂了，你觉得他还要按腐化吗？按飞堂了吧？讲道理，这局面应该按飞堂好一点，因为很明显对面不是暴虚空啊。对啊，对面是暴虚空啊。对，我觉得这局面按飞堂可能好一点。我觉得这局面按飞堂就是会发现框，就神族永远在家里不要出门。嗯，啊，按飞堂六字，按飞堂改流程了。因为很早看到这个圣堂，所以知道 Trap 不是两 VS。Trap 是才是睡，有可能、啊。怪怪的。奇怪啊，这局面你为什么感觉神族已经很烈了、啊？他现在只能，你知道翻手。他现在只能在家里一直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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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憋。他只能翻手，而且重点是 Trap 好像还不知道人家在跳飞刀。哇，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在补光炮了，但光炮不知道放在哪里。飞糖出来了 ，Oh my god，Oh my god！ 哇，没有，其实如果知道飞龙的话，应该已经在凤凰。我现在有感觉，现在有感觉了。很棒。啊，没有光炮，要先被洗一轮哦。哎、欸，没事没事，去二矿洗。两局。哦哇哦！转索拉就直接转那脚啊！哦跳落地兽吗？跳了可啊，跳了可！哎！我中了，没事啊！啊！哇！啊！我真的觉得从这种局面下来讲，我觉得好了，他是远程攻嘛，不然近战攻，我觉得还是张张狗比较好一点。哎呀，这个四基地扛不住啊！自己觉得守不住了，连防守都喊不了了，你知道吗？主要没想到，你知道吗？啊！没想到现在转了可，而且你知道 Trap 这边还是没有跳好母，所以他这边还在两，他这边下第二个 VR。等等，我觉得只要这个三分的 Lurker 能够跳出来的话，等下 Trap 直接会被躺过去哦。他现在在按凤凰 ，Oh my God，Trap 是不是真的？怪怪的啊，没办法啊，神族这局面很，神族这局面是，他也没办法去，他们也没办法去猜你到底要干嘛。怪怪的啊，我觉得是连环问题，你知道吗？前面已经导致他后面很难再去做一些很好的判断跟应对了。而且你看生活到现在连高炮都没有。啊，索拉这盘其实已经优势很大了。他现在两个都听说去。还起身啊，钱那么多，八十个，爽的。可是你知道他第二个下的时间是，就是很晚的，你看，一个就好。先生一个，第二个在下吗？不行。哎，他现在你看那飞龙已经换闪电了，他现在只要确保没有闪电，真的捅不穿他就好。确保现在因为，其实确保应该有感觉他在跳地，但是因为确保太穷了，跳不出好母，他只能跳不穷。啊，他跳这个不朽的话就有重点了，他现在要压出去打。他现在一定要利用他的不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把自己的什么大妈或者是什么航母这种东西等出来，不然的话，虫族的这个树埋加射程一好，跑到脸上你就准备吃大便。好，舰队打完台下了，
防守。完蛋了！哎、欸，啊，不是两个邓丁兽就是双生啊？啊，算了算了，再删。得啦，啊不是啊不是双生，听不懂哦。哎呀，他刚刚没有第一时间按，让我很开心。他就晚了两秒而已，真的是少很多呢、欸。还有，他晚了至少十秒。那就晚个十秒而已嘛。哇，三个 VR 爆不朽哎、欸，现在怎样？大力出奇迹是吧？完蛋，放弃治疗了。是啊，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他现在下个 VB， 我就觉得他是个天才。哦，下个 VB， 然后三个 VR 出自爆球。你不觉得这个局面如果下个 VB 三个 VR 出自爆球是可以吗？我跟你讲，然后重出来送一波大的。没有，其实讲道理，这个局面下，假如前面 Chip 亏了的话，其他应该要下一个 VB 三个 VR 出自爆球，然后 DF 就晚点再下会好一点。因为你如果你真的有自爆球，你真的是大量自爆球在闪电，其实冲出也冲不进来，你知道吗？哎呀，射程好啦。神族虽然很多不朽，但是他没有东西打，他没有东西处理德克啊！德克，哎呦，那德克，你看这个数码，哦，我的天！无敌德克来了，各位，德克，这德克已经无敌了，你知道吗？德克，没上去就赢了，滚上去！他是勇敢点，上去不就赢了？啊，他会怕，你知道吗？就可能四只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啊！那就四只不见，欸、四只不见嘛！啊，对面又不是有对方球，怕什么？还在变。哎、欸，等下这大猫好会被翻盘啊！我天，不会吧？索拉看起来完全没有想过人家有可能有大妈哎、欸，等下搞不好你妈那个大妈，你看他这个还是半还是一点点血，等下可能被凤凰一秒没有视野或吹屏，不会啦，真的吗？不会啦，什么？真的啦 ！Oh my god！ 这命数多到那个，只要有一点视野。就是五秒。讲道理，重复是重复，超过二十个登地兽，他就没有猎光球，没有航母，就没有打死。他现在有四个吗？差不多吧。哎呦，十七个，差三个。一个妈的 ship 来了。没事，追着左边的不朽打打他。再电，再电，再电。打电啊！妈的，欸、我给你电啊！他这里没，他这里没电池哎、欸。走啊。你看我确实太穷了，你知道吗？他两个光炮没有电池，你跟我说他太穷，太穷了。有电。哎、欸，奇怪，为什么这个部队我明明应该是要……我就跟你讲了，我就觉得感觉……哎、欸，这个包夹，这个包夹，看这个包夹，包夹哦，血了，快吐了啦！你看要吹屏的啦，奇怪。奇怪，这个游戏跟我打游戏怎么不太一样？哦，我就跟你讲哦，你要相信我啊！这前面我看多了。奇怪，好奇怪哦！哎呀，没什么奇怪的啊，我就讲了，索拉那个遁地兽就不够多，我妈才十七个，我就跟你讲要二十个，你知道吗？差三个，差三个，差很多、啊。大龙八个跟五个差的多不多？我跟你讲，都是垃圾，都是垃圾，你这个人讲话也没有良心。看看人家几个不朽，好不好？我的天！没事没事没事，他把他的存罐全部用掉了，好吧？如果主要这盘都是他，可能会疯掉，你知道吗？没事没事。而且这个 trap 还不是用什么烈光球航母打死他了。哇！那就爆不朽闪电把你的 Lurker 跟 Lurker 制的脆皮，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哎、欸，再上来再上来。而且有个重点，你有没有发现他没飞榜啊？这个怎么没飞榜？他怎么没有飞榜啊？你看这个有个飞榜勾过来，不就随便灭了？啊，你飞榜也可以，也可以干嘛？这个缓球啊？哦不，要被我卡位了吗？上来走上来，但盾兵数很多。上来送的，上来送的吧，盾兵数太多了。确保送，确保送，确保送，确保来送了，不血要回不去了。追着埋，追着埋，追着埋。确保后面在按航母，确保后面在航母。他这边只是，只要说，只要先找一单火就好，他们已经没差了。没有啊，他没有那个、啊、那个、啊，你刚说的飞马啊？哎、欸、啊啊！他干嘛？没空啊！回去回去，我他救他这个矿。哦哇哦！哎、欸，大妈没了，大妈没了、欸。我怎么觉得大妈没了反而不好？对啊，大妈没了不好哎、欸。而且他没电了，你有发现？啊，有他一把，有一把，有一把。冲下去追着他买啊！神召就换家。我现在就应该把那个雷诺当年把 Classic 追着埋的 BOD 丢给他，你知道吗？当年遁地兽还不能，还没有受损。
当年只有数百就追着人家买了，你有这种勇气的、欸？快来一首杨静茹的勇气啊！追着买，追着买，追着 买, 买，我求你，追着他就好了。对对对，追着买，追着买，不要怕，他又不能考你几下，他不立光球。哦、哎呀，追着买就好了、哦。你看，而且他刚 recall 用过了。有啊，我看这个冰头发，看你还没电了。上面有没有闪电？上面有没有闪电？有，上面有，但是没有，哦，没能量，没能量。没能量，那线那刚刷的，而且这个资格很强的。没有两发，两发。打不出来了，不能打，这不能打。我们先退一步，我们先退一步，人口很高，人口很高。安抚过了，我觉得这装飞蟒比较好吧。你不要管，他是莽夫。新喇叭了，你再安抚话就不要输我的天。没有，收了刚，不是 Trap 刚送太，还是送的有点太多了。主要是我跟，如果这航母待在电池阵里面的话，这腐化感觉。莽不死，你知道吗？量不够，没有啊，他腐化有十只啊，可以啊。真的吗？十只可以啊，十只够了。迷路了，我可以抓到一个产品点，埋它，埋它。迷路了，啊，没电了，没电了，没电了。这局面瑞谁打都赢是吧？打输。你放屁啊！这局面谁打才能输？好，这个神州，这个神州不再干了，哇。早点做这件事情，不就早赢了吗？没有，你知道吗？因为毕竟你知道吗？刚被索拉车了七盘，是他输了，我会很愤怒，你知道吗？嗯，没事啦。那这样，他赢的话就没有神族了。有啊，所以我很难过啊。对啊，没差，我已经看这么多天 TBT 了，明天就可以把水浒传拿出来念了、啊。这念过精品没了吧？还是你们聊天想看三国演，想听三国演义？第二张地图来到了潜水艇右下角，红色的神主 trap， 完蛋了！我感觉这张图现在上来是给是送索拉的，没办法啊，神主 VR VC 就长那样子啊！啊，你说对，你摸着你的良心，这张图如果不打 VR VC 不就来送了吗？对啊，所以我说这张图好像打着打着感觉是来送索拉的。好，该安能玩的东西就玩完了。重组的节奏不就这样子？啊，只要有一个东西对暴雪不更新，然后呢，对重组就开始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到之后就换神族开始哭哭哭哭哭哭，哭到之后呢，暴雪给一个平衡，然后换重组哭哭哭哭哭，就这样子啊。哎，每年不就长这样子？哎，他没打爆。对啊，说了提早来下子吧。哦，对啊，说了早下矿没打到。哦、是吗？是冲剑，那我们还是来念史记好了。啊，聊天室不如好，对我最近三国看的有点多，我们来念《出师表》怎么样？你们有兴趣吗？对，明天感觉也不少 TV， 明天不少人组比赛嘛，我们可以好好念，你们可以好好念怎么样？这其实还不错，然后就很想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时候呢，正好也有些朋友就是也对这东西有憧憬，所以大家就一起努力，所以但最后就是也只有我一个人来亲自，这就应该就是《智库全书》。对，你聊天室都中文写是吧？对啊，大家都有国中，对，国中、高中，对不对？还有大学，都有面对国文啊。好，两个后宠。干你娘！怎么了吗？你的素质高一点吧，这是官方比赛。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干嘛？你他妈听到了啦！没有啦，有啦，你听错了啦，听到了啦，我跟你讲，我等下让你从出师表里面出刷表，我跟你讲，你听错了吧？素质高点哦，你是白痴哦，怎么了吗？怪怪的，怪怪的，他妈才怪怪的，你脑子怪怪的、哦。我刚刚电脑可能被盗了吧？被盗了，我等下让你脑袋也被你搬个家。被盗了、啊，有人盗我账号啊？啊？我刚刚电脑有人骇客攻击我。骇客。关我屁事！那 Bill 刚不知道为什么远端连我的电脑。你以为酒驾就不会犯法吗？不不不不，你这行为就跟酒驾一样，你知道吗？我喝酒了。油门是他踩的。油门他踩的，那为什么你要酒驾？没有，油门他踩的，我坐副驾，关我屁事哦。那你坐在主驾、啊，你就是坐在主驾那种啦、啊。我坐在副驾，看着他踩、啊，那没关系、啊。我就跟法官解释吧。公司驾驶。看他是几个兵营吧。六兵营，四兵营，感觉最近六兵营是不是也没什么在放、啊？放六兵营。这几个、啊？他门口那个好了吗？还没，四个吧。不过最近六兵营放的人也变少了吧？最近看起来就是四兵营而已、啊。有啊。对。那个 Padding 跟 Nice 会对我用。然后再来就是5000以下的遇到我也都对我用，不好意思、啊。不过我觉得手啊，现在手这个手很好，他现在就哎、欸，补了补了，溜冰溜冰溜冰了。他现在就是手啊，现在手这个东西就是四级运动啊，然后两气，然后三矿插一根地气。怎么会背？为什么 Chip 的六兵营农土那么多啊？你看你的六兵营36个农哎、欸，他是要打着打着，突然觉得你怎么这么多？啊、而且他的产品由于太慢了，搞得索拉现在感觉他像是走引刀，你知道吗？第一波先来，等一下，哎，后虫没打死，我去打你，不是啊。我们刚才教室跑去，等一下，那女王怎么突然刚跑去点冷静啊？那冷静没有很前面吧？再刷再刷，差第四了，这六兵营啦，来了，就是这一波，啊、这一波我跟你讲，但是嘎抓已经出来了哦，他在瞄嘎抓，他也瞄嘎抓，好，瞄后虫，瞄后虫，上去了啊？人家不瞄吧？瞄了啊？我、哦、感觉飘好像也可以哦，可以可以，有打伤。再来再来，感觉这已经打很伤了。你看这边就不取消，然后三矿继续飘。那三矿跟地刺，对，这个地刺很关键哦。嗯，但却没有在杀那个后虫哦，后虫死了。啊！我不怎么被包了，却把你的教室。这教室不能死，这教室不能死。然后怎么的虫子没有带的很大？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看这一波。哦，看这波看这波。看啊，这波很大。怎么超大？哎、欸，但蟑螂已经出来很多了、欸他不敢飘，他不敢飘。没事没事，确保安不朽了。专心了专心了。那他要转一个不朽带教室。教室。再继续刷。对啊，确保的教室一定有问题。怎么样？他也要抓、抓去药药检是不是？他就应该抓去验尿，你知道吗？两个旁边换两个教室啊，开心！怎么一个车脸还放出来了？就告诉你，对，哦哇哦，控教室都带一波的，你知道吗？
今天 Chip 怎么真的怪怪的？你看他以前这些都是不会死的。啊，看到了，索拉才是三个龙加火蟑螂，感觉守住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对啊。有机会啊。哦，想开声控吗？还是在演而已？在演吧。索拉要用那个王虫看。奇怪，索拉怎么又在插防攻啊？他是不是以为那个、啊？确实太高了。会怕啊。你看索拉这防空真的辛苦，你知道吗？爬来爬去，然后一直在看着对面到我们三基地，嗯，笑死！而且 Chip 是没看到他有在看他的 啊！哇，感觉打不下来耶，我也打不下来。他刚刚从这工兵这么少，我觉得，哎呀，进去了，哦，凉凉，进去了，凉凉，你控。这 recall， 那你还要打啊？哎、欸，啊、你 recall 那么多，那你这边走了吗？哎、欸，虫子不跟打吗？哦、打、啊，就不会输。我光了命啊！你呢？哦，对对对，艾瑞的兵长。对啊，当我知道他是陪练 nice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会输。毕竟我人称台湾小雀粉是这样。不是，毕竟你是2021 I U 世界冠军，可以说我是台湾小雀粉，我会比较开心的。2021世界冠军，我觉得你，请你正视我的名称。2021开运冠军，不能这样。死亡舰队，我最多接受你叫我，我最多你接受叫我小圆盾。亚细，我最多接受你叫我小圆盾。银神帝，极限大师。等一下，我最多接受你叫什么？重做的兵有点卡。等一下，你确定？你确定？你确定？等一下，刚刚索拉又进了，这速度好强，好强！能不能再刷一波教师出来？没办法吧，他现在刷。他还接不朽，他还接不朽哈，应该守住。好强，不会打穿了吧？应该守住了吧？守住了吧？哇，我教师刷了一波。守住了啦！他刚上面教室还纵火，是吧？啊，没办法，那画面怎么控？那画面太那个，你知道吗？再刷三个不朽，滚厉害！我天，他三个不朽都残血了，哎，还有护盾。讲道理，刚那波狗没被绕，搞不好真的打死。有可能。那波教室很多，再来，一个立场，好起来，得火打起来，虫族发大财，接不朽，现在燃他还燃烧自己的小宇宙啊，打出去，不错，这不让你打，这阿三，这已经是没有东西给你翻盘了，哇，上来要顶。哎呦！哇，在我预料之中，我刚才叫你们去买梭啦，没有人信我。你看那些全部去跳了吧，你们这些人。下了 VB， 你看看那个买了梭啦3.5万的那个悠悠03312，他就是钢铁那一本，你知道吗？哎，不朽！哎呦，没事，不确定，没事。虫族死了有点多。啊这都死了有点多，我跟你讲。等一下，他转了很神奇的东西耶。我知道啊。哦不，不会吧？理论上，只要不要被炸一发大的，虫族还是会赢。哇，可是他刚刚打那个部队，他就可以右键了，他要什么特工招？怪怪的哈。很奇怪哦。我只能说，这个局面我来打不一定赢。但他是索拉哎、欸，不会啦，他正常结尾这么多，他只要不要真的上来中两发满的，中两发全中的不会输吧？不可能哦、喔。没有，如果我现在就怕一件事，你知道怎么吗？哎、欸，你请说。神族过去把神帝离开了。哦。你们这局面，神族如果去把神帝开了，虫族换他发病来 A 一波，他就输了吗？哎、欸、啊！哦，进、欸、去了吗？哎、欸、啊！哎、欸、呦，欸、呦还好还好，两条狗而已。这是美人计吗？而且可以看到自爆球，这看到自爆球很关键哦。看不看到，索拉都要发兵，
没有什么重要的。阿普农啊，哎呀，因为工兵太真的太少了，补一点点啦。是啊。按螺旋塔纳尼？啊？不想赢了是吧？哎、欸，我觉得按下这飞龙塔真的是，他没那么有钱可以拉出飞龙。你才四十个农哎，大哥。然后虫族就这么为所欲为的吗？有可能啊，不知道。哎、欸，其实说老实话，感觉差不多平安被动打，你看看，主控干了。明哥说起来可以，而且主要是他地面部队够了，够多了。而且你看嘛，阿贾罗他真的都不出门，那你还是得要飞龙啊。那这个局面我看过，有人翻过。阿斯达尼吗？我知道。不是，汪伊萨打收了。他是真的秋桑巨，是这样讲吗？他名字秋桑巨吗？秋松后、哦、那就哎、欸啊、哦不大哎、欸、不大两个开心哎、欸、嗯看包夹一直都跑出去了我跟你讲啊这盘如果朵拉输了酱油挺麻烦的是他的兵后面我要后脑勺拔下去好啦你看这个包夹包夹解决不了包的太好了你差太多了再砸一颗哎呦大哇、哦、这把大哎、欸，后面来一个熊，有没有？哎、欸，全中啊！哎，哦，还好哦。人家在上面，人家在上面，人家在上面。如果人家刚在下面就遭殃了，我跟你讲。真的是靠兵数吗？这就是跟 IM 冠军练习的那个吗？哎、欸、哎、欸、嗯。没事太多了不要偶啊偶他要比零哦秋桑珠是马路是吧哦收卡老天师啊我跟你讲我已经感觉到有很多人要去跳楼了这个这场的比数是看起来就像是刚刚 C 罗打 BV 你知道吗那个赔率没有吧更那个吧更夸张、啊，对啊，这好像是今天盘数差最多的吧？就是那个比那个什么，就是下注的人对差最多的，最爽的一盘啊！我连我带你们赢大的、啊，这边2-0之后休息三分钟，完了这个休息你知道吗？常常星海的比赛都很容易一尿成千古恨，你知道吗？没事啦，刚刚 C 罗休息三分钟回来，还不是赢了？我是这样，可是你没想过，你没感觉他第三盘打得越来越奇怪了吗？没有啊，不行啊，我觉得星海这比赛你知道吗？如果打的是翻战，通常啊，尿成千古恨的、啊，千万不要随便休息或随便尿尿喝水啊，会出大事的。还有闪电啊，然后还有，对，莫忘当年阿素时那个暂停事件。哎呀，这个又不是。打着暂停，这个是中间休息一下，不太一样啊。你可以数值高一点吗？怎么了吗？你在播背景影片？没有啦。你播背景影片？我知道把那个。跟你讲，你这样子，你明天你去跟套老婆，我不能接受这个了。你已经越来越过分了。我知道把那个。你是骑在我脸上。我知道把那个 DBCI 打给 ban 掉。妈的，每次都是你讲的。不要每个人都要讲啊！我跟你讲、啊，只有他讲啊！我跟你讲啊，都是他先讲出来啊！你不要怪观众了、啊！我跟你讲，这些都是人民的意志啊！我跟你讲，是这样吗？人民的意志就是要把你的刀拔啦！没有，我跟你讲，人民的意志不这个、啊，人民的意志就是至少先把你的刀拔啦！投票的那100多个少数粉丝，对不对？提议复决投票这几个动作，你至少要过四分之一嘛。现在有1600个人，你至少要过400票嘛。啊，你也没过400票啊，400票还要那个投票赞成的。没有，我们这边实际的人应该是200多个。然后我们当然是照我们的法律啊，对不对？对啊，是1600人嘛。我现在给你算1600人，刚2000人还要500人，我现在对你，我给你跳楼大拍卖1600人，对你至少要四分之一，你要400人嘛。400人过了，你还要过那个门槛，对不对？你还要投票数大，你还要那个投票数大于。就是投票人数对赞成的大于否决，然后你要高过四分之一，你也没高过四分之一啊！你妈投票也才100多个人，总票数200多个人，这个就是这就没过，你知道吗？好，
啊，这讲对定，他妈的你也没定啊！我先废你，你定不定？我跟你讲，我再给你两分钟，定不定 ？J S O 一八零四，你不定我就把你废。两分钟。这 MOD 在杀我们的衣食父母，太过分了。他又不是衣食父母，他就是那个，他就是路边那个走过去看到这边人看起来比较多的，那边打他。没有啦，他有看广告，有看广告就是衣食父母。他至少也是0.0001美，你知道吧？0.0001美，那你怎么不说我订阅了十几个月？他几 T 的？你他妈，你这个台是你自己订的吗？是啊，我他妈每个月自己续订欸。哦，抱歉。你几 T 的？你看一下那个上面有个赠送订阅，你看我送过几个？送过几个？啊，你怎么那么盘？不是啊，你自己他妈每天来播比赛，在那边跟观众赌说谁这盘翻了，我就去送订阅。没有，这个台的订阅都是我自己爽送的、啊。没有，你自己要乱立 flag 的啊。啊，没有啊，我干这个台的订阅就不是用 flag 送的好吗？智障吗？不是吗？你之前不在这边播，你我们每天播一播就在送订阅。啊，送的是我自己的台啊。送的是我自己的台啊。哦，原来这就是最新收回扣的方式吗？哎。你下次就不要叫别人送你订阅。啊？好啦，第三张地图，氧化物质哦。暴动都是从杀一个路人开始的，你说的没有错。左下角红色的神就是 trap。我们想想看，我们第一场看了虚空转地面，第二盘我们看了攻速教室，那看来确实江南才进啊。右上角蓝色的是 solar。哎，又没找到了。这张图也能挡不到的，好奇怪、啊。要吧，我感觉索拉很针对雀粉。大概吧。他列了至少五个雀粉的打法出来，念给我听。哦，你有50个，你好啊，学长。376个还有四个吗？所以我知道、啊、那是连长啊。感觉这把应该是那个吧，两千字了吧？可是索拉说确实不会打这个啊。真的吗？虽然我刚练时，我这张图我就打2000字啊，因为我觉得这张图2000字很适合。说不定是2000字转都必须。转公路教室吗？哎、欸，不对，他上打六个流程是什么？虚空先知，六给你 ，BCBS。哎，讲道理，我觉得虚空先知六比你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打索拉都没有赢过，很奇怪哦。他就莽啊。你知道他就很奇怪，你知道每次打他只要虚空先，只要打那什么公路教室，什么先 BS 转公路教室一波，哎呀，你过去就会看到他嘎爪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你就想一下数是什么样子，你把它套用上去就好了，好不好？好有道理哦，可以的吗？不要，可是当年飘树飘树飘不死他、欸，哇，他就是他其实是大树，你知道吗？他是大树，对，他是大树，所以那个是小，所以去当面是小树，小索拉，小索拉，然后那是大树。Yes， 哎、欸，掉了一只王虫、欸，哎，好亏，好爽、哦，这样可以不用按虚空了，没有吧？确本是按先知的吧？那不一定，他还是有时候先按虚空，很少，不是他很少，但有还转两 B， 还转虚空地面，那不就是找死吗？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比赛妈的转虚空地面的，他妈每个都死，没有一个活下来的，可怜呐、啊。上订阅可以听背景影片吗？我可以广告的时候来听。我跟你讲，我明天真的不想来播了。我觉得这台真的是没有让我感到温暖，这太过分了。哇，这台每个都是耐粉欸，你们每个都是耐黑，你们就是耐黑产业链。先知虚空。
我看你们明天自己看吧，反正明天没有升级，没有我的事情。爸爸，我们怀念你。我、哦、这边两仙，哎、欸，一个先知，一个虚空。啊、哦，六兵营 ，DC 吗？转 DC 吗？也没下，也没下科技。目前缺个意义不明，他不要两 BS 吧？他剩粉丝系了。不好说，缺个这个人很神奇，但我觉得转虚再转虚空感的几率高一点，对，再转虚空。因为如果说你是要转地面，你要转闪追的话，理论上来讲，你应该是要按两个先知会好一点。奇怪 ，D C B F 吧。哦，好 ，D C B F， 那感觉就第一排那个套路啊。啊，对，第一排那个套路。啊，这个人会不会？啊、死女王啊！有机会，我感觉索拉哎、欸，开了三次，开了三次气，看他开不开六七，不开六七就是死女王。他家女王，多按了一个，现在五个，现在第六个，看他有没有按七八个吧。奇怪，他的王总补这么多正常的，先补啊，超前部署，你知道吗？他气还没下哦。下了下了，四气再下两个，武器。哎、欸，没有他六哎、欸，武器对，主矿那个气流了。哦，六气，刚飞糖，飞糖哦啊，他又是那个啊，他是不是又觉得那个啦一模一样？嗯，对，第一盘，对，第一盘那个一样的成。说了，看来这盘是稳稳打。因为其实说老实话，索拉那个如果他真的是他那个什么十个女王那样一波的话，如果对面是不是两 BS，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效果，尤其是确保这种 BOV 是这么快。两个打回第一盘，几乎都是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打法啊！可是我觉得现在神珠这种转闪电的打法，神珠只要三矿跳一波科技的打法都很能打。例如说什么蟑螂百神、蟑螂飞龙，我觉得神珠都是。哎、欸，而且这把不一样了，这把看到罗森塔，那这样这把是哦，这下 BS 就在这里出凤凰，出凤凰。哇，还索拉也第一天看到了，不要按啦、啊。好，大家敢。说话，我觉得这局面你知道可以干嘛吗？你说。哎，哇。好，地面就退兵了。嗯。好，直下，直接炸掉。好，转一个蟑螂三本。我怎么是蟑螂百身啊？不会吧？有机会啊，我跟你讲。什么？虽然他太平慢了很多。跟你讲，有机会的、啊。哦，这边在出凤凰了，而且这张地图很近哦，蟑螂百神很强、哦，加上 Chip 肯定想不到啊。你看百神，哇，那 Chip 怎么都不用闪追了啊？啊，闪追升了，然后下 VR， 两 VR， 哎 ，Chip 的 VR 好慢哦。还有没有办法？压这么慢，挡得住蟑螂一波吗？看有没有办法侦查到对方没有在转飞糖了，是在按蟑螂摆身了。没有吧？停凤凰已经很明显是发现没有转风飞龙。但问题是，他知道后面是摆身哦，下 VB， 感觉应该知道转。看到摆身，没事啊。索拉这四控也就只是开一个身体健康的而已。嗯、他的四控是没工兵的。哎、欸、哎，凤、欸、凰。没事没事，正面哇，这波有点凶。来，这波很凶，好强，我的摆阵太多了，我天。哎，虚空在打后虫，二矿。哦，有东有房子吗？二矿怎么没房子？妈，哎呀！但是二矿被打穿了，哦不，这就是重图吗？你确定啊 ？BT 掉了，哎 ，BT 掉了。其实还好，他掉了感觉其实讲了，因为后面打闪追啊。他而且他在出球了。现在看，我跟你讲，看下一，我觉得看下一波，对，看下一波，哎、欸，他是三 B 啊。他怎么就两个 B 啊？是三 B 还是两 B 啊？我记得二矿也有 B 啊，还是我看错了？我
没有啦，他刚刚是没有 VR， 然后一直不养 VR。哎、欸，那他的球从三框走出来、欸，哎，我怎么觉得他爆炸？你不觉得这全部小虫直接往三框打，这游戏结束？真的吗？欸、球来了！超级电池，超级电池，啊，他把超级电池秒了！哎呦，这个炸！可以，我觉得这个小虫换这个球，我觉得可以。哦，这波插包下来，女王还有一颗球，还有一颗球，还有一颗球，哎、欸。那个球都炸完了，球都炸完了，这虚空半截无敌了，无敌了，后虫打光，后虫没了，这虚空无敌了，两个虚空，哦不，结果怎么神珠就输了？神珠奇怪哦，贵的东西都不见了，东西都不见了，他贵的东西都没了，啊，东西就要回家等两百再来啊，又有两颗球，又有两颗球，能不能炸一波大的？后面又来了两个后虫，你就看操作跟那个小虫。我觉得只要啊，中了，空大，第八空大，空大。我觉得小童只要包上去，把这个球包了就好了。超级电池刚刚应该已经开过了，开过了，开过了。一发，哎呀，这波好大，降下来，哎，有了一发哦，好大，再一发，看飞上去了，对吧？哇，哇，超级电池要开了，啊，手速好，赶紧的，太大了啊，走啦，炸了，太，后面这一波炸两发大的。两发大的，整个翻盘，这个没办法了。啊？难道是那个的节奏？是吧？这样都听得到反攻的号角吗？有机会啊！其实讲道理，现在这个局面。请说，你不觉得虫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吗？什么？我觉得神猪只要……你说什么？我少两颗球，一颗白的，一颗黄的。没事。不是神猪现在出不了门啊！第一点，神猪出不了门；第二点，外面虫台都是虫多视野，虫猪有毒爆，等一下搞不好他妈突然来一个包很棒的包夹，一下结束了，你知道吗？有道理。对啊，你看神猪也开不，神猪现在也只能去开自攻 TP 啊。毒爆速度要好了，还好啦，只要确定虫子没有三本，从神珠继续归啊，继续防守，守得住吗？毒爆有速度嘞、欸，你知道这个自爆球遇到毒爆是恐怖吗？哦，很恐怖，恐怖啊，很恐怖，还有没有球？毒爆来了，啊、哦，我有、哎，果然很恐怖，果然很恐怖，欸、小虫去哪了？小虫怎么不见了？果然很恐怖、啊！小虫在上面啊！刚，我觉得这波小虫包夹包的不正常。哎，时空被砸，时空被砸了！哎，把自己砸了，把自己毒爆全砸了！我天，吃百生，吃百生，百生要没了！哎呀，赶紧盖吧！赶紧盖吧！百生，老婆被没了，酱油不见了，好多酱油死翘翘。原来酱油是给做中多客的。哎，没百生。好，夜光球炸！哎呦，被炸太多了！空了一波，后面还把兵要接上来。这只船主现在只要一直抓闪追，不能让你太打不住。哎呀，被空了！哎，这小虫，正面！买他的球，这球看起来跟三三一零一样硬，你知道吗？对，麻雀粉还是走回这个组的吧，这个组合看起来……哎呦！不杀也不打，啊，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乖乖，应该是赢了吧，但是应该来，不要太痛就好了，打就好。嗯、啊，这才是我认识的雀粉，你知道吗？就是要长这个样子，雀粉。什么闪电虚空，这就不能。对啊，你需要你的 Stalker， 对不对 ？Stalker 才是你的爸爸。Stalker 跟 Sentry 和 Colossi。我想一下后面还有什么图。下一张罗曼史啊。然后。第五张什么？黄金之柱。对 ，Pilas 跟罗曼史，我怎么觉得？我怎么觉得这个风往雀粉那边吹了？我记得是罗曼史是第四张。我怎么觉得风已经往雀粉那边吹了？哦不，
我们恭喜 Trevor 是成功的扳回了一城，从对地狱回来了，从对本来棺材都已经被钉上木被钉上钉子，他硬生生把那棺材给敲开了，他从土里爬出来了。讲道理啊，索拉不要被炸那么多，应该是会赢。感觉刚刚最后那几波的会战打得不是很好，就第二波嘛，进攻的那个第二波。对，没有，其实我觉得好几波都可以拿来讲，但是就是最后在进攻三矿那一波的时候，就那波嘛，就他有一波冲上去，然后两发球都炸到很大的那边，我觉得就从那边开始翻盘。你说的没有，罗曼子不能开飞机，可以开啊，但 Chip 是 Chip， 但是 Chip 开起来不厉害，开的不是很好的那种啊。他是属于他还没有穷途末路到要去开飞机的、啊、那一类型，就他的闪追巨像这个打法还是见神杀神、见鬼杀鬼的，所以他没有必要去，你知道开飞机。而且 Chip 好像还有一个打法，两千只六 BG BR 不朽嘛。对啊，就你看他们宁愿去用这种东西，他都不愿意用那个开飞机，你知道吗？确保就是 clean portals 啊。这样你还是你输给确保这种神族，你也会很愤怒。哇，输给这种神族才不会愤怒，你知道吗？所以那你可以跟你大哥给大家告诉一下说，请你不要输给确保这么愤怒吗？没有、啊，那个只是他自己。啊、没有，我跟你讲，最愤怒的是输给上来开飞机的，那才是最愤怒的。你不是虫族，我很难跟你解释。好，地图啊，罗曼蛇右下角蓝色的虫族是 Sora， 还是掌握一个赛点的优势啊。左上角红色的神族 Trap， 好 ，Trap 不侦查，好不侦查，好可惜我不是 12D， 好吧，毕竟前面每盘打嘛。啊，而且这张图 12D 概率又比较小一点点。看了一下，对方没有来。这个看 Trap 这场还是要选择什么样的战术？我感觉一样的打法机会很大。你说谁 ？Trap 啊？有可能啊。可是我觉得神他们那一套虚空转、提速差摆球这一套，我觉得。这不就只是以前的东西而已吗？可是这看起来像是 Trap 现在最有自信的打法。他第一把上来就用，然后刚赛点也是用那个打法。而且这张图又比刚那个更好。但是我觉得你玩那个打法，你还不如去玩三仙之，你知道吗？你能戳对方、欸。对方是高手，很难戳。他怕戳着戳着，对方就生气气了，是吗？啊，这张地图你生气，你还能你凭什么生气吗？也是哈，真是有道理。是吧？啊，这张图你生气，我都被你打死，那肯定是我的问题啊。你说的没有错。上来工兵侦查一下，确定虫族也是一个正常的开局。Yes， 鸭哥那穷途没有，他鸭哥是上来就是走那条路，他不是穷途末路，那不太一样。就是想抓看有没有虫族这个想溜进来的异化虫。第一只虚空，你看，我就跟你说 ，Trap 有时候第一只是做虚空的、哦。鸭哥就是那个好吗？鸭哥就是星海巴菲特好吗？股盘大师。人家应该四分钟左右也会去把这三基地给开了。现在神族基本上都这么打，四分钟三开啊，出一个第一个虚空，四分钟三开了、啊。
很正常的节奏啊。哦，两仙子，哎呦，这个台命，莎拉没想到哦。哦不，哦，我这两个教室要七进七出喽。哎呀，没有盖到进化室。哦，没只狗出来了，但是卡到位了。哎呀，只狗。哦不，还在杀，杀四个了，五个。哦，没事，四个。哎，亏了，后面先知又要来了。我重点是节奏已经很乱了，欸，你知道吗？他没找到第二只王虫，笑他。有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你知道吗？他在他身边，但他没看到他。哦，两 VS， 两 VS， 哦。索拉终于可以使出他的腐化大法了，上方宝剑吗？应该没办法发病了，我可以确认。哎呀，先知抽不太到东西，还在刷。抽了4分39秒的二本，并前面攻击又杀的有点多。哎，又绕了两个教室，但刷了家里有狗，所以其实问题应该不是太大。只是会很烦。对，第一次拉工兵，坐标。哎，还在杀。还可以杀一个，可以有影响到，有影响到。现在其实节奏很乱了，而且前面又被杀很多，至少这盘应该已经十个农民不见了吧？啊，又进来，是啊，那八个，前面四个啊，后面四个不是八个吗？先知都没戳到吗？先知好像没戳到，你看零啊，虚空。嗯，索拉是把六气都开了，哎，哎呦，很烦。哎呀，快，快，快！这把节，雀本的节奏已经提起来了。一个至少这盘雀本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画面。哇，好 ，VS 留下了。对，然后这边雀本试下 VTR。怪怪的。索拉上面好像有个监察王朋友进去，那他等下确认两 BS 之后，他这盘应该就是暗孵化了。嗯，感觉他流程就是看到单 BS 暗凤凰嘛，不是看到单 BS 暗飞龙，然后看到两 BS 暗孵化，感觉他流程长这样子。哦，生闪电，却被卡人口了。没事，卡一下而已。确保在暗虚空了。哎，又看到螺旋塔了。哎，这边而且空城计。哎呀！但现在重点是，他会不会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对方有可能是爆腐化？啊，没有吧？他应该有想到吧？你看空军工体了，他想用虚空来干这个腐化。好，我们现在看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这个打法就这么厉害？但可是讲道理，前面死了那么多农。有道理齁，有一说一嘛，前面节奏乱成这个样子，这波少了至少少了四个腐化，哎呦，腐化蟑螂，没事没事没事，我跟你讲，我还是觉得 Chip 有机会输。嗯，他如果低估了这个腐化实力，他低估了这个腐化，他就输，他就有机会输了，因为索拉这个流程就是，哎，先知要来侦查，他有没有看到腐化？啊，你看到了，他已经感知到这边要做腐化了。他还是要知道到底是腐化是飞糖啊？正面啊！快，有没有电池？我们需要 battery。他先顶出来。哦，需要给个压力吧？啊，人家有十一个，哎，这些腐化都不用，这些空城都不要走了。上来先秒一个，先秒一个，好爽！重组80个工兵。不好说，确实面很微妙。不要按 U 啊！我要看 D， 我要看闪电，闪电。我要看雀宝后面做什么啊？想学吗？不给你学。哦，这个，剑挡台三 BS 出虚空。哦，对嘛？那他想要，他要直接干这个腐化，他要直接干这腐化输掉。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的早，哎。对，我觉得是很早，太早发现了，你知道吗？
他发现的早，所以他可以，就是他两 BS 的时候就开始疾风。他是没有停的。嗯，有很多的因素啊，这个。哎、欸，爬出来了，哈？来一波，来一波，发兵了，发兵。可以这样子？你要这样打？真的可以这样打吗？把岩石收了，再打一下，我不信，再不信再打一下。但他看，虽然他的一百五看起来很烂。现在 Trip 就把他的钱三把闪电，钱都变成电池就好了。做石头的图案，一个，十个。哎，成功。他虚空有几个？他虚空，不知道，感觉十个吧，九个十个。但你有没有？但他有个问题，你知道吗？他只有虚空啊，地面一定不利，你知道吗？还要打这个地方吗？很容易了吧？躲火，躲火，躲火，开出了。开出退一下，等他出没再回来。闪电电，认真，再电，再电，退一下吧。哎、欸，他中火了，他虚空中火了。中火了。往后，往后。自从出现中电，两个人不遑多让。我去奶一下。再继续下电池，后面又来了虚空剑。没有吧？重点是现在已经有个问题，没电，没电池了。他超级电池还没开啊？开吗？应该还没开。有开吧？应该还没开。哎、欸，敢打？而且虚空要提速了，你知道吗？这虚空已经下去了。虚空要追着火花干了。没错，是。又中火，又中火。中欸、但是其实腐化也都是残废啊，他打得一半，你看开出。残废啊，但虚空又出了，好了。啊！又来一波腐化。其实他开出其实开一半就好了。这刚他刚刚的数量其实开一半就好了。大家应该输了。两两。两两。后面不朽，你看，超级电池开了。好吧，开了，咖喱哥哥不朽出来，没错，真没错，这个虚空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无敌的存在啊，各位。我讲道理，我觉得这局面看起来，感觉如果主要前面这么推的话，应该是最大的。真假？你不觉得吗？哎、欸，他前面亏，已经亏到最亏的那种。真假？真假？那你不认为？真假？你不对，快走！没东西打虚空了。虚空是无敌的存在，你知道吗？而且这虚空是提速的，你知道吗？姐姐，二比二，哦哇哦！这就是反攻的号角吗？等一下，上一把当那个先知看到那螺旋塔的时候，那个号角就吹起来了，你知道吗？怎么办？丞相，丞相，没有啊，我一直都是 Chef 边这边的。都是 Chip 派的吗？对啊，毕竟 Chip 曾经睡在我下面。大家听到了， Chip 曾经睡在他下面。上下铺，他是下铺，我是上铺。上下睡在下面。对，他还睡过我对面过，好不好？我们两个都睡下铺，他在我隔壁。奇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剧本我好像也看过？超级赛亚人是长这样的？是吗？也是让他追杀吗？超级赛亚是一比一比一比一，然后输掉。那就不一样啊，靠腰、啊。我就说这个休息三分钟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新凯是不能休息的。那这样再休息三分钟，不就又转回去了吗？啊、理论上来说，又要转回去了吗？啊、又要转回去了，你知道吗？你有听到风的声音吗？没有。你要再吹大一点。聊天室都被你传染了，你知道吗？每个都是打1922，所以讲病毒透过5G 传染，对不对？你说的没有错。还有人闻到臭臭的，哇！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气味也可以透过5G 传染，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吗？你说的没有错。完蛋了。一样没有转回来，哎呀，没办法、啊，他对面，毕竟对面是比他新的冠军，比较厉害一点。冠军也有这种时间限制，就对了。你说没有错。所以等下避孕的冠军过期了是吧？对。那 Party 的应该已经被退费了吧？Party 应该已经给你退休金了吧？你说没有错。对，除非你再拿到一个新的冠军，不然你的那个实力，
实力证书就会被那个就会过期。已经买好早餐了。哎、欸，2:40哎、欸。哦，棒哦！看来今天四点。加一个 TPT 哎、欸，真的可以吃早餐了，你知道吗？不错啊。为什么你已经买好早餐了？现在哦，对，现在有些早餐店现在还在开着。哇，豆浆店永远都不关门的。没有，你知道早餐店是有开那个的吗？大半夜的。是哦，那叫早餐店啊，那叫宵夜吧。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早餐店是什么？例如什么汉堡那种的，就什么大学汉堡那种东西，你知道吗？哦，好。我家这边都是豆浆店了，各种永和豆浆啊！天哪，没事，我在等早上6点的杰哥蛋饼，那个蛋饼真的好吃。讲着我都饿了。姚先生啊，我们已经好饿啦。然后聊天室刚刚投给 AZ， 干。干嘛 ？AZ 发通告费，他也要赚一点这个小起点回去啊。对，而且 AZ 都会回馈小起点给观众。而且 AZ 的兴趣也是撒钱。对 ，AZ 的兴趣也是时不时上来撒个钱。原来 AZ 也财富自由了，所以他现在工作就是他每天做到爆肝，只做身体健康的事吗？对，就是一个满腔的热血，就是满腔的热血而已。对，你说的没有错。还是泽伟要从宜兰送点宜兰好吃的东西来我家。哎、欸，宜兰有什么名产？宜兰除了那个什么蜜饯，是蜜饯吗？我不知道。还有三星葱很有名之外，宜兰有什么有名的？我不知道。有泽伟。好，第五张地图啊，黄金支柱，左下角蓝色的虫主是 Sola。哦哇哦！谢谢一百小七，感谢你一百点小七点。我们可以一人买一瓶麦香了。右上角红色的神主是 Trap， 这两个上来要挡。鸭肉、蒜味肉跟啊，又没挡到。啊，主要都是食物啊。宜兰有温泉可以叫什么？叫什么温泉蛋哦？奶冻卷算宜兰名产吗？不算吧。我不知道。奇怪，你不是吃遍天下美食？没有啊。没有吗？没有。你不老饕吗？我是吃遍天下麦当劳。对啊，连雪梨你都吃过了吧？吃来吃去的是台湾人最好吃。真的，我也这么觉得。欸，我每次去欧美，我都在想到奇怪，这麦当劳不是他们开过来的吗？为什么感觉他们的麦当劳都好垃圾哦？很奇怪哦。麦当劳在欧美就不是一个厉害的连锁店了，所以又是一个国外不是很厉害的人，然后来台湾，因为大家都喜欢外国人，所以他就发大财这样。没有，就是他在台湾的在地化做得很成功。对吧？我怎么感觉如果 Trevor 又走 BCDR， Trevor 会凉凉？有机会啊！但 Trevor 走 VS 的话，我也觉得有机会凉凉。我要走 VS， 我感觉索拉现在就，我的感觉索拉现在就张了摆身爬过去了，是不是？哦。哦。哇，国外的麦当劳做的真的超能吃的！我之前在德国吃那麦当劳，真的是我的天哪、啊、！BCDR 凉凉了。不想赢了是吧？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完全没有必要 VCVR 啊，因为你已经没东西可以玩了。还在这盘要那个 VC 3BG 转2BS。哦，
没事，压下了。干嘛啦？我随便讲的好吧？我只有吃过In and Out。什么？那什么东西？去美国一定要吃啊！你知道吗？观光客一定要去吃In and Out。那为什么我们上次去那个叫什么地方 ？Austin 的时候，你都没有带我们去吃？Austin 在东区，东区好像是另外一家，就是In and Out。那你也没带我们去啊？没有吧？哦 ，DT drop。Austin 那个时候我们对那个饭店对面去买个汉堡，对面去买个汉堡，他妈还要被十几个人看。我被十几个人直接盯着我们，你知道吗？对啊，那很恐怖哎、欸。十几个，对不对？对啊，哎，对，我记得他对面那家汉堡店就是一个还不错的汉堡店，我印象中。对啊，很不错啊。对啊，然后而且我们那个饭店的背景很屌，我们后面是贫民窟，前面是大都会，我们在贫民窟跟大都会交界点。但我们最后。就你知道，就是人多势众啊。去了一次以后，我们就不敢再去了。啊，我们后，因为我们后面就往都市里面走了，不是吗？对啊，我记得。我们还是去安全一点的地方。我记得还有那个骑脚踏车从对面冲过来跟，跟不知道谁跟哈斯要钱，还是跟我要钱？啊、还是我跟哈斯走在一起，他走过来跟我要钱。妈的，过去被几个黑叔叔一直看着，很恐怖，你知道吗？下了包子趴，但是这引刀已经在刷了啊，来不来得及啊？却有这两把刀啦、哦。没事没事，他是分开走的话，那应该没什么事情。而且应该有看到哦，二本看到那那边没什么事情。完蛋了！而且像这些手这些引刀都越来越厉害了，你知道吗？很奇怪，没有包子趴都砍不死，我也不知道，你不觉得很奇怪？很多人啊，特别厉害。很奇怪，我不知道，最近这个引刀真的是用了就很开心，只要用了都没赢过。我只能说这个局面是索拉想要的，对，索拉想要的，神冲出已经优势了。这个局面，这索拉最舒服的样子了，你知道吗？但是现在 Trap 看起来搞得很爽，他这引刀七进七出哎，好屌！这引刀好屌啊，他引刀这玩出火花了。那你掉了一把刀哎、欸！索拉那包子我就看他一直爬来爬去。啊他，哎、欸，他的这个巴士不来载他的乘客、欸，对吗？看来这位乘客，看来这个一定是没缴票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要你了，不要你了，我们不要你了。这不是最后一场，等一下还有一个 TBT。哎、欸，杀一下，直接杀一下，不是送一下吗？可以啊，真的吗？再引刀开，你看这公兵数量，你不觉得还可以吗？你看这人口数量，你不觉得不可以吗？没事啊，因为神族兵才刚补好。看这人口数量，你看这科技进步，等下这个闪电不觉得不打不死的游戏就结束了，而且他看到他没兵也不行。不要慌，虫子也没攻防啊，对不对？神族只要不要现在走出来去送，在家里打一个防守。你刚说啥？他忍住了自己，他忍住了，好不好？你的卡拉也出 WiFi 了。我只跟 Trap 连接在一起。你跟 Trap 又连接在一起，他又是你下面，你们两个真的是关系匪浅。看到他是不是不是叫 Q， 你是叫欧巴？这倒有点浮夸。哎、欸，他叫你哥还是叫他哥？他比我小啊，废话吧。他比你小，所以你比较大。哎、欸，我觉得索拉要56能发病了。他发病了，这样。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哎、欸、，Trap 也要发病了、欸？我靠，这两个都病得不轻，你知道吗？没事没事，个引刀走进来，哎、欸，奇怪，你看到，哎、欸，他那个引刀真的是斗子龙，我好懂啊，七进七出，他那都不会死，而且可以一直跑来跑去，好扯、哦。主矿一场空投，主矿一场空投 ，Trap 有没有看到？一场空投 ，Trap 没反应，这边是没视野的吗？哎呀，他刷，好，索拉已经进入了开始撒爆蟑螂的节奏了。现在就我跟你讲，等下四不四或就索拉打过去那一波，但是我觉得理论上感觉有些打不下。理论上来说，这一波我觉得神柱是守住了，因为他是 Trap， 而且他闪最近好了，而且三个有两个电池。对，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这波打不下的，而且也看到了，这波如果打下，哎，怎么下来了？不是蟑螂问题，这输多了啦！哎呀，等一下，你太多了，这都是虫子吗？我不信啊！超级电池开了，但要被砸掉了，被砸掉了。
哎、欸，差一下。哇，再再接再接。真的假的？怪怪的，怪怪的。真的都能赢？我不信。怪怪的，电池要好了吗？来了，怎么来的是三个不朽？难道这就是重复吗？还有一个不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看，你看翅膀，他包围网啊，伸出包围网啊。伸出包围网啊！打一堆堆了，好吧。他、啊、怎么神兵在包虫子？很奇怪啊！哇，看我嘴神！啊，扎头，扎头，扎头！没了。不是啊，索隆，其实张老速度这太雷了啦！你看他张老没速度哎、欸，他打包灰刃结束速度都没好、欸。没办法，关键时刻没有打开锦囊妙计，上面要写个冷静。上面不是那个吗？助中。不是啊，什么初中都在笑。哇，你看，雀白稳很稳啊，下一个 BB 根本没有要，就是很急的去干收啦。啊，没有必要，因为主要就是三矿当完一波、啊，这失败就已经没救了，你知道？尤其他是那个闪、啊、追啊。好，不行，他要刷了一把引刀要去当造纸人。好了，在正面，好底啊。我拉要输啦！哎呦，砸到自己了！失误太多了，你知道吗？这种失误太大，这就认不得别人。讲道理，这前面被引刀，对不对？闹那么多，被闹那么多的情况下，蟑螂在打这波的时候，蟑螂速度又忘记升。啊！只能说索拉后面这四五场的发挥，我只能说都不是很好。果然四强还是只能有一个重组吧。哦，可以做一个神族啊，两个人族啊。其实就马上讲四强挺平衡的，你说是吧？你说的没有错。永恒公式 ，Z 加 P 等于 T， 然后 Z 加 P 等于 T 啊，然后最后决赛 Z 比 P 啊，然后 Z 夺冠啊。对，这个公式的结尾不就这样？这公式的答不就这样子吗？你说的没有错啊。老师睡，老师对，来，我们来教各位星海的公式。八强会有一个种族超多，然后四强两 Z 加 P 等于 T。然后之后呢？决赛一比 P， 然后等于 Z 夺冠。真不错哈！你好，你要把索拉失误太多了。第三把那个反攻了好久。嘟嘟嘟。直接让 Trap 直接让二追三啊！哇，其实 Trap 后面几把就是打他自己的东西，就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很正常的套路。那其实 Trap 也没玩什么新东西啊。我这几盘看下，我就感觉就是 Trap 没失误，但索拉开始一直失误，疯狂失误，那就没办法了。顶级对决啊，失误一下就人就没了。亮亮。